都是平衡。现在我得改一下，就是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不应直接开，直接开就不合格了。应该怎么样呢？按照《玉女传说》那个，按掌开步，按掌开步，周心转，然后啊，这就稳了。所以这个比过去修正也有一个，就是为了平衡啊，就是到这儿按掌开步，这个开步啊不是想开步，而是想按掌，按掌为主动，开步为从众，这叫上下相随，下随上，然后后步骤我们转悠，非常稳。这是我把溜球步过去的动作进行一下修正。另外呢，这个溜膝啊，是溜自己的膝啊，溜膝就是溜膝，你看这是阴，这也是阴，这也是阴，这阴掌部分没有，这是必须啊，阴掌时候必须啊想阳掌，阳掌往上提，弯上提一次，再弯下提一次，以他为主，他是从众，他是主动，啊，这才行，啊，比方这么说，你过来，这咱这个，你看他压着我肩膀，啊，我要想压他，我压不动，因为这是阴，得想他，想他，以他为主，他为从。是动吧。另外一个呢，在我们搂膝的时候，是要搂膝，想搂完这膝，搂这膝，走一个弧线，但是呢，得想他，想左，想左后不着耳门，这是我们盘架子。如果要有对手了，有对手了啊。我要柔膝，不但要是走他后手门，我想什么呀？因为这接触点是他的右手的肘关节，我想他的膝关节，左腿的膝关节，我想没压他，搂着在他的膝关节，你看，啊，就是膝关节，有，这是救护神经，救护神经的对应点。碰膝打肘，碰肘打膝，碰肩打胯，碰肘打足，啊，这是咱们溜球的一个。另外呢，走的时候都是也拳头过来，而且摁的时候呢，是不是直接走，要转着走，啊，都是螺旋线，怎么转呢？啊。先是想肩与胯合，左右肩与左胯合是一个弧线，右肘与左膝合，右手与左足合，肩肘手这么一个，这是溜脚步。下边说说野马分鬃，野马分鬃啊，是破打嘴巴的弧心脸儿啊，弧心脸是抽身掌手。这身子往下抽，手往上掌，到这儿，摆头开步，看雨步，雨步是横宽，啊，横一足半，竖半足，然后弓步错掌，然后眼睛看这个，盯着这手，眼神，指甲盖低点三点成一线，而且前三连前这个三个脚。三个手指头拉后三个脚趾头，想着玉准穴，啊，玉准穴，一掐脚脖，这一掐脚脖子，这一想玉准穴一舒服，就想着玉准穴真枕头上了，就出靠近，这是出靠近的。比方这么说，你过来，啊，要打我的嘴巴，要打嘴巴，是吧？打的时候呢，要求这个抽身掌手。这弧心脸儿，你打，
然后说大大伙想什么呢？他要是右手打我，说右手打嘴巴，是这样，左右手，啊。另外前三连呢，要求我们要练架子，练完之后了，你看啊，练架的时候胡起脸儿，摆头，头先摆过去，出语步，弓步错掌。到这儿了，眼睛引这个后手。到这儿了，前三连，玉枕穴掐脚脖子。你做一个，你在这儿做一个野马分鬃。对，说野马分鬃，你站稳了啊，站稳点，连一。一推就走，这还站着，还坐两分钟。现在让他这个前三连有意念啊，这三个手指头拉后头脚的三个脚趾头，拉三条线，叫属于乾卦。乾坎跟这个八卦里边乾卦前三连，拉三条线，往后看，再推，推拉，推推不动，别推。实际他没长力量，也没不是底墨，就是想到这三前三年了，就是一年，好说是。这个，这是野马分鬃的一个。下边说一说玉女穿梭。玉女穿梭比较满，就是玉女穿梭在三十七式里边啊，有两动的，有四动的，有六动的，有八动的，它这二十动比较复杂啊。你传说呀，它这个野马分鬃啊，它开始从野马分鬃开始啊，它是眼神呢，意在前，意这是阴，这是阳，这是阴，这阴的这阴手要动在咱的眼神在。阳手都拿意念在想什么呢？想指甲盖托天，大指托天，食指托天，中指托天，无名指托天，小指托天，后膝少海。你看这个意念等于是一个鬼户，是不是老人使的手杖，是不是这么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东西。眼神呢是看这个，神在阴手，眼神不看中指了，看膝盖，手指眼神，看左右膝，看右手，看左手拖肘，你看见你过来，攥着我腕子，两只手攥着，是吧？你看现在啊，我要转腕子，把这阴掌变成阳掌，使劲攥着，转不动，那就丢面打点。把腕子的面不响了，想指甲盖托天，啊，你看一个一个托天，你看，知道吗？一个个托天，就是托天，这个就面抓点，大指托天，多指食指托天，中指无名，这是眼神在，这托一点从这儿走，一直走到这儿了，这手一到这儿了，眼神呢，要看着中指，他不让看，眼肘，一眼肘就这。眼右肘带动左膝贴上了，然后触腹啊，这会儿这是阴，这是阳，想他五指、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大到这儿，这弓步，这是阴，这是阳了，但是想他大指、中指、食指小，这整个是变的。我再做一遍啊，根据传统的意念，这叫前掌滚转，大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、后膝、少海，眼肘、根部、上部、上羽部、
小指中出力，意在左右掌，小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大指，到这儿大指、中指、食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啊，总在在走底，总在走底，不走面。然后少海围这个左膝转，少海的围着这个少海啊，这个肘尖围这个阳陵泉，尾中阴陵，右阴陵，右阳陵，右阳陵，然后肘与膝合，肩与胯合，然后这个两掌呢，两掌在头围着，这手在肘这儿，然后从西北推，从这边推红气，这个食指肘眉梢四柱红，西北正西。这是一缩，这是，咱们我再做一遍啊。这个野马分鬃，前掌滚转，大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后起少海，眼肘根部，右手的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大指、食指、中指、小指，阳陵。尾中阴陵，阴陵独比阳陵，肘肘西，肩肘胯，推向西北，推向正北，推向东北，推向直西。这是第一缩。第二缩收龙盘一柱啊，这是阴龙，这是阳绵，后推向西北，推指东南，按掌撤步。然后从这儿走，少海，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食指、大指。第二缩，这个双龙盘玉柱啊，有一个我有一些修改的，原来是啊，推掌东南，摆头按掌出步。现在啊，推掌东南，你过来，你在这边。啊，不让我飞，对，推着我，推不动，那就费劲了，就费劲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拿眼神打他，我眼神看着，这时候在这儿了吗？看着西南，看正南，看周东南，就是从死门、井门一直看到杜门，眼神打，眼神打，这是我的修正，跟过去不一样。过去是推掌摆头，我是随时先头带眼神带手，这是我的修正地方。对这东西啊，我非常钦佩我们老师，但是我不迷信老师啊，该修正就修正，不断修正啊。我再做一遍啊，也这个传说第二个野马分鬃，前掌滚转，这就是前掌滚转，眼肘根部，左掌斜旁，意在右掌，这会儿意在左掌，肘肘西，肩肘胯。从西北大正正面，双龙盘一柱，捻扣，阴陵锤相贴，锤看西北，挥指东南，按掌撤步，右斜棚，转台，这第二缩，第三缩呢？是这个叫六爻坐步，这个意在，这是一想踏，想踏想踏啊，要不然不稳，想踏，他是羊，想拿这左手右脚想踏，
第三说跟第四说完全一样。再说说手底看锤，这是第四说。要上步的时候直至天，直就上步了，上步雕镂。上步雕镂呀，是两虎口张开，一个在西前，一个在西后。所谓雕，就像鸟似的雕，就用两个手指头。现在你过来，我现在雕它，我一五个手指一块不就攥住了？你往前撤，使劲撤，撤，使劲撤，丢不住。你看我两个手指头，啊，两个手指头，撤两丢，撤不中，就两个指头。说这丢就像鸟嘴似的丢，啊，所以五个手指头不管用了，就是两个手指头，所以丢。这个在西线在一条线。这是雕，这是裸，你过来，在这边，这个雕啊，这个裸，啊，一雕一裸，你往后躲，躲就打出去，啊，是有雕有开有合，雕，然后拳从口出，两手变拳，五四三二一，转拳没这么转的。都是五四三二一，开始一二三四五，为什么呢？你拿茶杯，拿我那杯子，你看啊，这是从生活上来的。你看我要拿茶杯没这么拿的，准是这么拿，是不是？准是这么拿，没有这么拿的，准是这么拿。我要扔搁下的，准是这样，这个没有这么开的，你看，开是的，所以我们猜拳呢。这是从生活上来的，抓拳是小指无名指中指大指，开拳是食指无名指中指大，抓钩也是五四三二，你看是跟扇面似的，啊，都是有规矩的。所以抓拳是五四三二一，拳从口出，从背后，啊，这拳呢从背后，都是从腋下。从腋下从嘴出来，啊，所以这是啊，变拳背后腋下拳从口出，嗯。现在你过来，你看啊，攥着我，嗯，现在啊，你使劲举着，使劲举着，我准备给它弄下来，弄不下来。你看，我拳从口出，就打出来，懂不懂？是这个，你过来，不是这手给他踩出去的，因为这手啊，是吧？是拿这个拳头从口出打这个地方，这叫单托生肉啊，这拳从口出啊，单托生肉。这叫雕镂手，下边是扣押手，啊，这叫扣押手，扣押手，扣押，这个在我们老师啊是八卦掌看家，啊，就是在八卦掌那叫老僧托钵，老僧托钵，钵就是和尚吃饭的家伙，这碗叫钵。老僧托钵，这叫扣押手，就在这叫黄莺掐素，你再过来，这他这拳头打过来了，是吧？扣押，扣押，啊，这个扣押手，打这个，那拳头过来了，扣押打下来，两掌滚转。这不是他一上一下吗？滚转，也是一二三四五，这手往上举，金鸡独立。你看，这手阴，这是阳，这是阳，这是阴，拿这手举这手，你过来，
你看，你摁着我，不让我起，起不来。你拿这手举，是吧？拿这手举，这都是阴阳，啊，都是阴阳。你看这手起来起不来，拿这手轻轻一碰就能起来。到百会上边，前指要提膝，不想提膝，想下指提膝。上下一条线，要心肌独立。提膝，你要想提膝不稳，想这个，这是阴，这是阳啊。想这手摸脚，摸脚，老想摸脚，越摸摸不着，越摸越提得高。摸脚，这个心肌独立啊，是你过来，他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这拳打过来之后，大阴部就拿膝盖啊顶他的睾丸，这是非常恶毒的一个黑手啊！一顶睾丸，这人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老师说，用的时候呢，就是左这起就完了，哎呦，就起就完了，就一挑就完了，不要打。这个本来是拿膝盖顶阴部的，这个非常恶毒，要讲武德，就一挑就完，啊，一搭手，一挑，这很快。下边这倒撵猴，倒撵猴啊。叫做倒撵猴头，你看过来，你攥着我的手，你看攥着我的手呢，是吧？我这拿一个无名指，拿一个无名指，啊，拿着手走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是啊，想他这个。拿这个左手，啊，拿左手拿右手啊，搭他这无名指搭这腕子，搭他右手的腕子，想他的左脚的，这是阳，想他左脚的照海穴，我这是阴，拿这个力点在这儿，合不着耳门，你找，懂吗？就是一只手指头，你过来，你攥着我，攥着我这个腕子，你看，就一个手指头，一条，这是倒撵猴头，还有这个斜飞式，啊，斜飞式啊，这个小手。你过来，哎，拽着我，在这边拽着我。我要过来，过不来。这八和人两只手，一只手人年轻，我年纪大。你看，那怎么使神掌？使神掌，眼神看东北的正门，正东的上门，东南的杜门，正南的景门，是吧？就看眼神看，那怎么看？我就看树梢，看这边是树梢，这边是楼，我就看树梢，手指眼神一下就扔过去了，那这就是。你也是，你过来，你绝对是。你啊，你拽我，拽不动，那怎么办呢？眼神看楼，一直一直看着这个楼，手指眼神走，走，你看弓步，你看，你过来，你就拽他，你拽他，你拽他，追眼神，上边，走。
以后呢，你对他就像眼神看着楼，一直看着南边都守着眼神，眼神走哪儿手对哪儿走，对，对神打，神打一打有联盟打。这个白鹤亮翅啊，白鹤亮翅第一动是什么呢？就是打人的时候啊，你过来之后，他是白鹤亮翅是这个俯身暗章，是本来啊是拿他我这个拿他一含胸没打着，含胸打没打着我，然后一拿这钩再打，人家又含胸我又没打着啊，他啊，人闪开了，三次没打着，那这手搓，这手就摁，啊，就是，这是白鹤亮翅的，这叫俯身暗掌，俯身暗掌也不是力量，又按就是摸他腰，把他转过来，把他腰管住了，把他腰管住了，这是一打。啊，生生给他鞠躬，也不是摁着。你要过来，我要使劲，你能顶着我，摁不动。我给他鞠躬，鞠躬，轻轻的这一出，把他腰管住。啊，另外是，人家比方搂着我脖子了。啊，我搂着我脖子了，是吧？我就是走这个，啊，这是俯身暗掌，走这个就是，这是这个，走这个啊，这是白鹤亮翅，这个是，这是挥到钩，挥到无限远，啊，你摁着我。摁着我，压着我，啊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我现在就想着入地三尺，啊，一直豁到中头，一直豁到中头，啊。这个海底针也是攥着我，说两只手攥着，我下不去，啊，我把腕子松开。不理他，我就想手指头从他上边到他背后到下来，就是都撬开啊，我也是，我拽着你往下下不去，体重在这儿，体重在这就呢，你这是不管腕子就管他啊，从我脑袋上下，从我脑袋背后下去，指你的耳当，走，走，你看我站不住吧？是不是？就是这儿，我下不去，我松开，呵呵，是吧？当，这是海底针的，都是意念，意念越远越打得远，这个。单通贝本身呢，也是一个拿法，就是推脱坐啊。你比如你攥着我腕子，这手攥着，是吧？是这手攥着，我这手一打，啊，你看啊，他攥着了。我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看转不动，我体重得移过来，变成阴阳，这是阴，这是阳，我也不能去动，这就是啊，松动。我把腕子丢开，就想这个手指头指北，托天指北，一下就扎出去了，托天指北，啊。你也是得过来，我攥你腕子。这个
你就这样。这样。啊，转。不行，你得拓天之北，拓天拓着天，哎，启动在这脚，启动从拓天之北走，走，对，你看我定下来了是吧？定下来这手就大，走，这手大，这手可能是大，啊，拓天之北，啊，通山之北，你看，都是这样。这拓天之北还有这个呢，你看。你看这个脚啊，你过来，你扶着我的脚，你看我扣脚，扣不动，扣不动，说我得拿这手，就上下相随，拿这个手啊，动这手，想着带这个脚，你看，就这个。懂不懂啊？本来是这样的，我想扣脚啊，扣不动，扣不动，那我那时候有拓天之北，就动了，人就这么多，这一般是不会拿脚那个过来，是吧我拓天之北是，就是这样，都是上下相随，有时候下随上，有时候上下随是。有人练了多少年不懂，啊，有位名家呀，在教学带子上，他做这卸步搬栏锤呀、啊，卸他说卸步搬栏锤，一卸步啊，他来这一句，你说得站稳点儿，哪是站稳呢？这推拳撤步，这就上下相随啊！你过来，你呀、啊，搬栏锤，你这步不上了，上了呢？上来上来步，你撤步，一下就推出去了，一下就推出去。所以人没推，他自个儿就来列举，就是上下随。我再推他，你看你撤步时候，这拳往中南推。撤步，同时的走，撤步，你看给我打出去了，知道吧？这都体现一个上下相随，啊。说说这个左分脚的探马掌，这探马掌是王老师的一个特殊，王培生老师的东西，非常厉害。探马掌，那是。五爪门上步上雨步，就这东西啊，地面在左手，地面在左脚，地面就在左手，想使劲儿给你大指、食指、无名指、食指、小指，眼神呢带着右手，眼神右手是阴的，眼神在右手，这样，然后两手交手搭叉。回看赵海军，那这很简单吧？这个你过来，你啊，这一拳打过来了，哦，打过来了，我要搏他搏不动，我想吃这块天地，你过来，我就想吃这块天地打这地方，就是一打这一下啊。这块可以打开一方就一下他就晕了，这是那什么？这是黑手，尽量不使这个，是打法，就是拿着这之后了，想这个。哟，宝贝儿，放着我了。哎呀，这是怎么弄呢？这是你看，我拿着手压他呀，压不动，这一百多斤呢，实际是这个手起作用。这手从下边一个大弧线到上头是一个大弧线，整个就喷过来了。这是拿法，这叫探马掌的一动。这是王老师这个特点，就是左右分脚一个探马掌，就是我
东西很简单，你看那个非常厉害，我觉得非常厉害，要是打人的话这一下就抽休分了，就笨，要是真的要记一打的话，这一翻，这一打那个，一打一封就是死穴，打的左一封响，右一封一下就休分，不打这就打。飞锤啊，是对方来锤之后啊，他要夺，往回夺的时候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不夺不行，他一夺，往回一夺，不变肘，把这个肘一推，做这个。哦，对呢，行，把他不是力量，就拿他当口花往那花盆里栽，一栽。哎，我举起来，是吧？再过来，你摔。这是栽锤。栽锤。你管这个，你栽我也是，你直接栽，这栽没有，不这个，不这时候往这往后推，往右边推，对，这往这栽，往外栽。对，走，你看我这么懂吧？你过来，你栽我，不是，算是栽，管我栽，栽不住，拿着手往后推，拿着手推，拿着手往左往右推，这时候往左，那你这是栽，对我栽不住，不是啊，为什么栽不了？手，拿着手推。哦，那肘是多少种肘肘啊？这是推的时候，你扶着我，在这边扶着，推不动，拿这手推，拿这手推，推过来，你在这边整。拿这手一推，就是一开始打呀，打这个，打这个，你让他拿手护住了，护住了打不了，就打这个，知道吧？哦，这叫肘开花，打你满脸开花，走上了，行，拿外劳宫找陷阱，外劳宫是。都是这么找，拿这个肩颈啊找这肩颈，这个对，你看怎么拿手打，这呛着了，然后再拿这个补一下，我缚住了再打这个，缚住了两种方，一个手里枪，一个肘开花，手里枪在老家里有。十六岁白半亩。再说说双方的偶尔，你看一拳打上来，你要是双方两个拳头打根本打不动，又短又慢，非常滞。什么时候才能使双方共耳呢？只有对方啊搂住我了，搂住我是他掌。他掌锁住，打，对吧？